好，现在来做我们 Babioku 的，也是创意调酒，咖啡裤子，就是有加咖啡的调酒。好，我们会先烧一下这个浸泡过波本桶的这个咖啡豆，那要用冰过的杯子啊，这样子它的烟熏的味道才会被水汽给吸收。然后用我们的 shake 杯，就是三件式的，然后加入阿斯巴卡45cc。好，接下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卡露瓦的香甜酒，甩一下。卡露瓦香甜酒是15cc。有一些其他品牌的咖啡酒，我觉得也可以用，试看看。再来我们有加入黑咖啡，这种黑咖啡呢，你可以用这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只要是美式，你可以自己萃取啊，也可以买罐装的都可以。咖啡是45cc，然后试一下味道，很好喝。好，然后这个里面也要装冰块。有很重那个咖啡烟熏过的味道。好，然后这个 shake 杯两装冰块，然后我们就来 shake 了。好，倒出来，就很像冰美式。好，但是它会有一点奶的感觉。但是它咖啡香点重，它就是微微的甜，然后苦这样，然后可以让它上面稍微消个泡，比较清澈，然后出去的时候就连着它的杯垫啊，跟这个熏过的咖啡豆一起，来咖啡裤子完成了。